大家好，我是热血阿杰。这次来到马来西亚的金马伦高原，我想在这边很多著名的昆虫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莫瑟里。莫瑟里它是莫瑟里黄金鬼锹形虫。那因为我必须说实话了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它已经有一个程度的开发了，所以要找到莫瑟里并没有那么容易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绝对相信老天爷是眷顾努力的人。噔噔，哇塞，这是大型的弓虫哦。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像黄金一样，为什么会叫黄金鬼？因为它是鬼锹形虫这一属的，然后再来就是它身上充满了这种金黄色的光泽，所以呢我们叫它黄金鬼锹形虫。但之前我们看最多的是 Luxembourg， 那是产在印度尼西亚的，然后这个 Mosley 是比较少的种类，而且一直以来它就是森林被砍伐最严重的受害者之一。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这边之前我们来要看到它并不是相当的难，但是现在要找到它需要点运气。别忘了，只有好的森林我们才能再看见这一些美丽有趣的生物，不管是各种动物、昆虫、植物都一样。莫瑟里黄金鬼想要看到这样漂亮的生物，别忘了我们要一起保育森林，让我们的森林环境变得更加美好。热血阿杰，热血提醒，莫瑟里。